好年轻的学校，这样你要想带我去哪里？今天呢，带你去做一点就是表演吧，哎，表演一些特别的东西。校门是关的，哥哥去开一下门。自己开校门哦？对啊，对啊，可以这样子吗？大家好，我们是黄氏兄弟，我是雷，我是周哥哥。今天又来了我们转学兄弟，今天我们转学到的学校是华冈艺校。我刚一进门就看到很多名人哎，对，你们看我们右手边，这边就是一些名人墙，好嗨的声音，好青春哦，是少女的声音。好了，同学，我们要准备去上课了，走吧。我已经快受不了你了，你好像那个钟燕，钟燕吗？超级像啊！来，学弟，嗨，学长，你们这堂是什么中国武道课？同学，那个，想要问一下，你们该不会等一下也是中国武道课吧？对啊。嗯，泽泽，你可以，泽泽，那是福利社。你们那边 sale 受不了了。我们要跟同学一起去上课。我跟着我们，你们带个路吧。什么同学？是学姐。啊，学姐，对，学姐，不好意思，我可以偷问一下，就是等一下武道课的老师怎样？凶吗？其实人很好，其实人好，这句背后，这句背后绝对有含义，有点严格。上课中场有一阵子了，你没发现吗？没有。你知道马丁有点难脱。对啊，同学，你穿这个很难脱哎。现场换。啊，是，在班这个班，清一色都是女生。我们是老少。老少，你们不知道这一堂是舞蹈课吗？是，老师知道。那你们穿这样怎么上课啊？老师，我们有带衣服。然后嘞？要去换衣服。现在立刻马上，快点！是，动作快一点，我给你两分钟，8:30过了。老师，我们还有麦。老师，我们还有麦。来，动作好，动作不错，来动，快，等啊！好了。快点，他害你！怎么你害我害的？没有，他刚去福利社。你不用多理由，上课就上课，不用多理由。本来就该进教室，你去福利社干什么？对嘛？来，这两个新同学，你们自己先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黄氏兄弟，我是蕾蕾。哎，怎么突然变成就是 YouTube 的开场？你好，我们是今天刚入学的新同学。好，我们给新同学一个爱的鼓励，欢迎他加入我们班。脚尖碰在膝盖，对，二上把杆。这看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难。你们为什么这么大声啊？不要讲话，真的吵，快点。为什么我上不去？眼睛有那么硬吗？哈哈哈哈哈！我腿要断掉了。你都还没上去就要断掉，那你要怎样？站好。哇没有，你可以来坚持住，你可以，再伸直，再伸直，来手上去，肩花板，脚伸直，来吸气往前弯下去，下，这个这套的，八，膝盖伸直，再来，我要解体，来，不伸手都不行，我数到十，用力，四，脚尖朝前面，六。八啊！来下脚滑下去，不可以动。因为你们是新同学，所以我让你们放宽一点，放下面。好像也没有差太多，但放下面。手碰地板，跟其他同学一样。手碰地板。对，我像流汗了，很好，再多。可以不要看风光，不要洗脚。是。我看那个很神奇的动作，来脚往前延伸，十，很好，只是加油，尽我全力。没有，过来碰到我。
对对。脚还在把杆上，为什么有人掉下来？脚在把杆上。好，右手，帮忙啊，在这帮忙。哎，新同学，可以，还可以吗？可以，兄弟，还行吗？还可以接受吗？可以，可以，有什么心得吗？学姐都很厉害，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要跟他们一样，加油，好不好？好，是。有什么话对我说吗？谢谢老师指教。那我们继续喽，趴着，趴着。对，不要紧张，放松，很简单，你只要放轻松就可以做了。好，然后把手交给同学，来，这么轻松。是这样子的课程的事情，终于体会到了。那大家观众也看到了吧？为什么华冈一套可以出这么多的大明星？就是严师出高徒。好，谢谢我们舞蹈科的教学，下课喽。拜拜。我们要换装啊！各位一巴掌。好啊。OK， 晕了。我要拿 money money money。哥哥 money。舞蹈课，舞蹈。蔡同学，超 C 的站在这边。我知道。你们知道流行舞蹈课接下来要去哪里上课吗？小剧场。好，那就麻烦你们带我们去了。有，他们身上有穿那个表意特的衣服，就是我们的。是要换他们的。我们班级的衣服，我们班级很自然的融入。学生默默的就走进来的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融入这个环境。对，所以我应该要，我们知道装熟。对，我知道装熟，然后进去自我介绍一下。默默的一句。例如我喜欢你，例如我喜欢你。哇，你好尴尬，我天啊。对，那各位同学好，你看刚好有这个空档，看对不对？嗨，大家好，我是今天刚转来。刚转来华冈艺校的学生，我是伟伟，然后他是哲哲。你好。今天我们要跟你们一起上课，然后我是肢体残障，所以我只能唱歌，所以要麻烦你们教我 locking 吗？是，就麻烦你们大家了。老师来，老师来，上课上课，相机。我们先两个人一组，先分下两个人一组。怎么做？我们要黏在一起吗？老师，我们新我们就两个人一组。啊，好好。不会的一组。好，我们今天要教的是 locking 的 brotherhood。你们是兄弟吗？没错。是。好，就是在 locking 里面怎么样表示我们是兄弟的一个方式。第一个，面对面。
面对面，然后不是，别动，我真的对，对 ，OK， 好，左脚站前面，左脚站前面，打算靠近一点点，先插口袋，插口袋，好，第二个抱一下，右手在上面，抱对方一下，哎，好久不见，好，回来，四拍，好，六七 ，Go， 一，二，三，四 ，OK， 好。接下来是右手在上面，对，左手在下面，拍两下，拍，转过来，拍 ，OK 吗？好，正面拍两下，打，打，三的时候做 locking 的 tail 旋转，右手旋转，然后往后拉，往后拉，好，接下来手握在一起，大拇指在上面，大拇指在上面哦，哎，大拇指在上面，好，先到这边，六七，走。插口袋，抱，插口袋，抱，拍拍拍拍转，握，好，继续，好，往上拉，这个往上拉，好，两个人一起往下蹲，脚打开哦，不要这样蹲哦，脚打开，然后看外面，看右边，好，看对方，看对方，要眼睛要仔细对方，好，最后一个 ，muscle man， 对，展现你的肌肉。And lock， 对 ，locking 的 lock， 六七 go， 一二三四五六 and 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耶，噔大噔噔噔噔大大噔大噔大噔大，这个速度可以吗？可以。哎，五六七 go。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啊。好，那我们稍微分一半。好，第三，五，六，七，要编舞对不对？十五分钟编完一个副歌，我们十五分钟编完之后就来一个练习之类的，然后之后再来一个表演，就是像刚刚那样一组一组上去表演，然后由老师来评分哪一组编的比较好。怎么越说越退后啊？那你们有习惯的？如果老师要你们现在分两组，你们会怎么分？好，那你好明显有两个地方，好，也明显就有两个地方。那你比较 A， 不然你就 A 组好了。我们要呛虾一下，听一下，我们要呛。带头唱啥？你先，因为我们带皇冠，是电影的、哦。我看不懂你们的是什么。我就我看。来来来，听一下，听一下。好，这首歌主唱在这里。Yeah! 好好，分开练习。我们要怎么编？接声。谁最会编？我上课不专心，不在意，是因为偷偷看你。上课不专心，不在意，都是因为看你。是因为偷偷看你。是因为偷偷看你。哎。连他们还要听歌，你看。突然觉得我的副歌为什么要那么长呢？他们超有才的，很快就可以编出来了。
店你说早，明明就等了三班却说正巧，早餐店的汉堡陪着你的微笑，是我从此不再迟到的诀窍。下次考试要及格答应说好，但是我历史地理真的不妙，铅笔盒的小抄坏朋友的暗号，是为了选座位才用的绝招。朋友都说我重色轻友，我都不在意，想成为你谈论的话题，为了上告白气球才学钢琴，这决定都是为了你。哎，两边拍一个出来猜拳。哎，大家学他蹦，哎，大家学他蹦，哎，大家学他蹦，哎，啥？森特总不是你，我这么多不熟啊。你有信心吗？有。L。我们是 B 组，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预备，准备好了。先过来一下，真的。你满身大汗啊！哈，不是你满身大汗，为什么你那么干啊？请问你有跳吗？我从头到尾都看你后面唱歌呢。我很认真在跳。然后你偷牵人家的手是什么意思？我的车吗？啊？对啊，你从头到尾都在后面，都是他们在跳。我跳。你的？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来，没关系，我们听最公正。来，我们老师来讲解一下，各位老师你的心得跟评分。我的心得，两边的舞蹈难度差不多，唯一的小缺陷是这边的主角都站在后面。如果是一个 MV 或者是一个明星舞来说，主角不可以一直在后面。对，对，没错。所以我的票是投给 B 组。奖品就是 B 组期末加五分。哇！我没有跟老师 say 哦，没有跟老师 say 哦。这是什么班级内讧吗？可不相信，不在意，是因为偷偷看你，恶作剧是故意，在走廊追逐甜蜜，没说的爱情我会画在课桌椅，希望有一天你会不小心注意。校园里纸飞机是青春者的流行，放学后的足迹。那就直接呢，就可以直接看出何刚一超的这个流行舞蹈课的超级巨大的青春活力跟那热情。那还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表演艺术科，谢谢。我们下课了，嗨嗨，学长好，学姐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上戏剧科，对不对？好，那就麻烦你们带路了。好，老师怎么样？哇，哎，至少胖胖的，胖胖，怎么被形容特征？灵活的，哦，原来是灵活的，活泼的。那你们跟表演艺术科的差异性在哪里？我们是比较偏向舞台剧。但都是有表演，对不对？对，所以你也会唱歌，也会跳舞。对，哦，百老汇演戏，还有技术，百老汇那种，这有点像呛虾，呛虾。这边，我两个拉的算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即兴的原则。什么叫即兴的原则呢？即兴总共要必须要四个元素在里面。第一个刚刚讲到的地点，这里是哪里？我们先让同学先示范一次，来，预备，走。妈妈，为什么你不要我，不要爸爸了？没办法，因为妈妈在外面遇到了一个男生。好，那我跟你走。好，妹妹。那就放在哥哥的胸上啦！好软。暗降好不好？暗降的好。要去找司机嘛？我也会去找他一下。太帅了！好，我们等一下，两个一组。那我四个。是。第一个。第一个。事件吗？事件，然后第二个。第一个是事件，第二个是地点，时间，前世今生。如何在四句话里面把这四句地基打出来？我们三分钟之后台上见 ，Go！ 不然就来一个，什么？直接来？就像刚刚他原本是要叫我学他做家门。太难了吧？所以你们刚刚都是即兴的，天哪，太即兴了吧？请准备 ，Go！ 宝贝，我回来了。哎，回来了。哎，你怎么在偷看我手机啊？为什么不能看？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看一下怎样哦。我就没有说你昨天跟那个方小慧吃饭哎。洗澡了吗？吃饭了吗？哼，这也叫聊天哦？谁每个男生跟你讲话可以这样讲？那你可以跟我再亲密一点啊，就是亲密再更亲密。不然我给你补偿嘛，不然我们就进房间亲密一下嘛。不行，那我要听着就好，我就不开心。这样我就不生气了。好啦，走啦，我们去。真的好烦。Go！ 哎，同学，干嘛？你这礼拜的保护费嘞？我只有100块。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你上礼拜就已经跟我说要赊账了，这次如果再让你欠的话，是不是该吃个几个？那我要吃拳头。你想吃拳头？看你下个礼拜还交不交出来这个？这个学长，你是其实偷偷喜欢我，然后故意欺负我，所以想不要这样子，学弟，我跟你之间。是没有办法的，可是你哥也可以啊，介绍给我嘛。我哥吗？好，不然我们留个 LINE。好，我觉得我哥可以。谢谢。是。拜拜。我们在一个情节，这边准备了一些题目，你要当中的话来作为这次即兴开始。打开的人，请你要说。我现在要以伊利卡、伊利拉拉、波波蒂娜、贝贝鲁多作为我们这次即兴的开始，你就要马上说伊利卡、伊利拉拉、贝贝鲁多。老师真的灵活，老师真的灵活。I will be back. 可以。I will be back. 为什么？跟着我吧。跟着我。你要跟着我走啊。不要这样。不要怕，不要怕。我可怕。不要，不要，不要。因为天气好，因为天气不好，因为天气刚刚好。没有，真的谈了。最近我已经熬了10年，我的歌路都没有进展，绝对是因为天气好，
天气不好，还是因为天气刚刚好？哆瑞咪，不要在意这些嘛，老公，老婆，老婆，你别冲向，把他放开。小慧，你奶来。你们讲过了，是我来，天气才会好吧？啊、小芳，我跟你们聊。你不是跟我说你跟我刚刚好？我怀孕了。你怀孕了？怀孕了。我也怀孕了。怎么你也怀孕？什么？我胸部很大。你三三八八的。胸部很大。我床很软。啊，你床很。我很。啊、我这一三招要奉献给音乐。啊！非常的感谢洪氏兄弟来陪我们一起上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戏剧科，这是我们的这一天在华冈艺校的最后一堂课。老实说，我真的觉得超级惊艳的。其实一开始老师在讲的时候，就觉得哇，讲得很有感觉。我刚刚就问了另一个男同学说，就是他们是真的是就一个人先讲出抛出一个东西，另一个人可以马上接。果然啊，即兴也是很即兴，真的很难哎。戏剧科的学生真的很厉害。想要问一下说，怎么样的学生让你觉得说很惊艳？我觉得只要能敢演，愿意讲话，像二位能够把所有的表情感情投入在里面，就是好学生，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好，那真的非常谢谢戏剧科，谢谢老师，谢谢同学。哎，哥哥，今天呢，我们在华冈艺校当一日转校生的体验已经结束啦。我觉得我现在精神很嗨耶。哎，你知道吗？刚刚就是不是有都第二堂不是舞蹈课吗？就他们说要蹲的东西，我的大腿都是痛到一个极致。今天下来非常的好玩，华冈艺校的学生都很有热情，然后很有表演欲，互动感十足，互动感真的是十足。好啦，那转学兄弟还想要看我们去哪一所学校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或者是校方 email 给我们，这也都是 OK 的哦。那转学兄弟下一所学校见，拜拜。